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今天来到永和区的竹林路大众盐酥鸡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原本它是摊位，然后现在开成店面。好，不错哦。开幕期间满200还送洋葱一份。好，那菜单就拍一下。好，那我就买我认为是经典的菜色，很多种了，一次也吃不完。好，刚好现在还没有大排队，就赶快买一买。好，这个一定是令各位朋友感到怀念的。好，因为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买少一点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好，那老板只问一个，就问您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我说差不多4点多到12点半，一点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好。多一点。4点半到凌晨一点。对。好好。哦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开幕期间鸡排特价55块，好，我分上下段来拍这个菜单好了，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。赞哦！重新开幕，老板动作超快的，还有这个招财猫啊，鸡排要不要切？好，这个怀念的摊位一定要拍一下啊！好，今天就点这个鸡屁股，三角骨吗？不，那个盐酥鸡一份。好，盐酥鸡，这是三角骨，我的。哦，我拿错了，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盐酥鸡一份是多少？哎，好，那你还是盐酥鸡好了。然后鸡排下次好了，今天我没有很饿，今天吃少一点。然后趁现在空景的话，再拍一遍。油值得照一下，那油很干净。你好。然后还要加入这个高赞塔。这个就是我的。好，这是我的。好。我问了2-3个月都没工作啊。老板要加油。好，这老板跟别的客人聊天啊。你好，你好，恭喜重新开幕啊！你要不要加辣？要小辣，谢谢。这个大家都对贵店很关心的。差不多营业时间下午4点半到凌晨1点，那有公休吗？礼拜一。礼拜一，好 ，OK。哦，下礼拜一就会修。好，下礼拜会修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就要注意了。
洋葱要不要加？好。可以啊。那个台新银行的小姐有点菜哦，等一下你要看一下菜。好 ，OK。现在差不多就快好了。然后现在这样就生意上门了，越生意越来越好啊！啊，钱多少？135。好。对。然后生意超好的。香啊！对呀。所以有已经先帮我们处理好了。谢谢。没有，地瓜没有，地瓜是这个。好，谢谢。OK。地瓜请你吃。好哦，感谢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好，马上路边开箱啊！这个是七里香啊，屁股屁股啊。嗯。我刚看到它是用新油炸的，所以这炸油是很干净啊。嗯。的确是这一家的咸酥鸡好吃啊。咸香咸香的啊。好，七里香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油脂香气啊，朋友啊应该知道啊。好，分数是90分啊，很适合配啤酒，不会很咸也不会很淡啊，好吃啊，刚刚好，很适合配啤酒，很好吃啊。嗯，好吃。哦，赞哦，炸的刚刚好，也不会很干啊，好吃。啊，再来吃这个鸡心啊。好，现在吃吃看啊。嗯，好吃。啊，不愧是老店，这个鸡心炸起来是还算柔软，蛮有汁的啊，好吃。嗯，好，那鸡心的分数我觉得柔软有汁啊，嚼起来很香。嗯，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2分，鸡心更加的美味啊。好，这个葱肉卷啊，三星葱猪肉卷。好，三星松培根卷，更正一下口误。好吃，有着培根的香气，然后葱段炸得刚刚好，蛮多汁的，蛮 juicy 的。然后那分数是92分，相当的高水准啊，好吃。好赞啊，有怀念的味道啊。好，在这个咸酥鸡我就吃一点就好，我再留一些给我家人吃。嗯，椒应该说胡椒盐口味，然后有高赞塔，很好吃。外酥内嫩啊，赞，相当高水平。然后那分数我觉得是93分，还有一点点五香粉的味道，但是不会说很。味道很浓郁了，一点点而已。哦，它有用脱油机，所以这个吃起来都不油。嗯，好吃。好，那恭喜老板就重新开幕了。那各位来就祝你吃得开心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就到隔壁的安记陕西凉皮。好，那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就在刚刚这个大众咸酥鸡的隔壁的隔壁。好，现在名牌应该说那个名片啊，名片都有了。哎，老板娘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吃晚餐了吗？正要吃。好，稍等。哎，那您说之前说会有酸辣粉，那现在有了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可能要再冷一点。好，再冷一点，好啊。好，其实老板娘露正面目是还蛮漂亮的。不考虑露一下，好，那我今天就吃那个普通的凉皮好了。您说普通的料跟那个辣的味不一样吗？对。
我们招牌是小辣。小辣，好。然后从侧面照一下。有啊有啊，就在录哎。因为这个特殊之处的话，就要拍一下。那它的香料跟那个辣的不一样在哪里啊？您可以说一下吗？还是？完全不同的调味。完全不同的调味。对。但是我好像给你调的是辣的。啊。而且是最后剩一份了。哦，这样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味道跟上次差不多的。不同，因为之前你们吃的是辣辣，就是给你调一个招牌小辣。招牌小辣 ，OK。好，那这边就再提醒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道地的口味啊。第二次吃我们家会更喜欢，因为第一次的味道会太陌生，第二次才会。习惯哦，这样子啊。OK， 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小黄瓜丝是现跑的，所以这个新鲜度没问题哈、啊。上次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姐不在。因为粉丝说您的眼睛好漂亮哎，有吗？对对，一定要多照一下哎，此店的特色哎。请去吃晚餐吧。哎，您说刚说这次吃会跟第一次感受不同啊？完全不同，这次吃会觉得说这个味道就是熟悉的味道。好，这样哦。对，好多客人都是这样说的。嗯哼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最近生意好不好啊？目前是全部都卖完了。哦，是啊。请里面的工作人员再做一点，因为现在才5:30。啊，是。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晚上的7:30到8:00。哎，是。对，所以现在请里面的工作人员再继续做一些两点，再多一点，哎，再多一点，嗯。对，也希望大家来不要不通嘛。哈哈哈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再照一下，其实这里面就是有部分的香料，那可以偷看一下。好，那老板娘相当客气的漂亮啊。好，那虽然再怎么的美啊，但是还是要回归到食物的这一面。那我们现在就吃吃看啊。啊，加了多种的调味料啊。啊，现在就吃吃看。嗯，这个凉皮皮很 Q， 它微微的辣度，然后很开胃，有这个蒜水跟芝麻酱的香气啊。然后这个凉皮皮很 Q 啊，微微的酸，然后我觉得吃起来很开胃，好吃。这是内地的网红饮料王老吉。哦，是哎 ，OK， 好，网红饮料，好，网红饮料待会介绍啊。哇哦，这样微微辣，吃起来真的是一个令人熟悉的感觉。啊，简单说，它的味道，就是一个很怀念的眷村味道，啊，就像那种老人家做的那种味道啊。
嗯，啊，很好吃。微微的酸，微微的辣，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，你好像感觉吃不太下的时候，来这样当来一份啊，很舒服。嗯，哦，这小黄瓜是很清脆啊，好吃。然后配上这个面筋啊，赞啊！嗯，好吃啊。其实分量还蛮足的啊，小小辣吃起来很过瘾。好吃。好，那分数就是100分了啊，赞啊，倍儿棒！然后在这个美女店长，记得一定要来朝圣一下啊。好，那老板娘刚跟我聊到了，说这个相当感谢各位 M 粉来这边光临啊，蛮多我的朋友来用餐的啦啊。哦，蛮多的，说没有踩到雷。好，那太好了哎，好，那也很感谢老板娘的用心啊。哎，那现在这个是外送的啊？对，每天外带的，我们都是先切起来，有的时候外带的人数比较多，不需要等。哦，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也可以电话预约啊。嗯、哦，好啊。越来越受欢迎了，恭喜。谢谢。嘿。好，墙上就是这个美美的照片，可以欣赏一下啊。好，那各中滋味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好，这次名片也做好了，叫安记凉皮。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131号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